回到 Lacey Peterson 的案子，2003年4月的某一天，一对夫妻啊，沿着旧金山海岸线散步时候，发现了一个被海水冲到岸边的男婴。因为身上还有脐带，所以怀疑啊，这个是一个未出世的 baby。一天后，又在距离男婴1英里的一处乱石滩上，发现了一名女子的躯干被冲上了岸，几乎只有躯干的部分，没有头部、四肢和内部器官，严重腐烂，无法辨认。后经过 DNA 确定，这一大一小身份不明的正是警方苦苦搜寻了4个月的 Lacey 母子，这让 Scott 一下子就从嫌疑人变成了通缉犯。到此为止，几乎所有的人都彻底相信啊，是 Scott 在24号的时候用小船将 Lacey 运到海上，并且装上水泥块沉入海底。但是在此之前， Scott 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失踪了。邻居反映说，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看到过他了。而实际上 ，Scott 是躲到了自己的家乡圣地亚哥。警方在圣地亚哥的高速上锁定了 Scott， 而当时 Scott 发现被追捕的时候，就开始加速疯狂的逃窜。警方的直升机都跟丢了几次，抓捕持续了一整天。事后 Scott 辩解说，当时以为是有媒体在跟踪拍摄他。尽管当时 DNA 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 Scott 还是被拘留了。警方逮捕 Scott 的时候，发现他留着胡子，头发也染成了金色。而他的车子里面也塞满了各种东西，包括一些露营和求生的装备，12粒伟哥，将近15000美元的现金和他哥哥的身份证，还有4部手机。 Scott 解释说，自己是为了躲避媒体不得不生活在汽车里，但是警方却认为他是准备要逃往墨西哥，因为圣地亚哥和墨西哥很近，所以啊，他随时可以用他哥哥的身份越过边界。而之后当警方告诉他在海滩上发现了他妻子和儿子的时候，他似乎表现得并不惊讶，好像他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法院很快就开了第一次听证会， Scott 的家人为他聘请了一位很有名的高级律师，律师在法庭上为 Scott 做了无罪辩护。控方的判断在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们认为啊， Lacey 应该是在23日晚上或者是24日凌晨在家中遇害的，凶手就是 Scott。而第二天啊， Scott 在仓库里面做了几个水泥块绑在了 Lacey 的身上，之后是开船出海将其丢弃。有趣的是，当时在码头的时候啊，是有人看到过 Scott 的，他们说看到 Scott 将船卸下，并且看到他从卡车里面往船上搬运装备，更重要的是说船当时看上去是空空的，没有大的东西。但是奇怪的是，这些证人之后都没有出现在法庭上。关于控方的指控其实有不少的漏洞。首先，既然他们认为 Scott 家是第一现场，那为什么警方在房子里面找不到任何的线索？有调查员说过啊，房子里面能够闻到漂白剂的味道，似乎啊是在暗示房子经过化学的清理，但是这一点也没有得到过官方的证实。第二，渔船，警方在船上只找到了一个带有 Lacey 头发的钳子，用这一点来证明 Lacey 曾经被搬上来过，似乎是有点牵强。而且辩方团队还做过一个实验，来验证将一个150磅重的孕妇从码头上搬上这艘小船的可操作性。实验显示，由于船体太小太轻，非常的不稳定，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搬运者均落入水中。但是不要忘了， Scott 也提到过啊，自己当时是湿透了，回到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换衣服。看来操作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其次，控方认为 Scott 对自己24日早上做的事情撒了谎，但是辩护律师找到了当天早上的那档美食节目，做的确实是柠檬酥皮饼，和 Scott 的证词一致。而且电脑专家还查了24日 Scott 家中的电脑的上网记录，记录显示当天早上是有人在网上查询过一款带有向日葵图案的雨伞。 Lacey 喜欢向日葵，这个家人都知道，所以有理由推测啊，当时用电脑的人很可能是 Lacey。 如果 Lacey 在当天早上还活着的话，那警方的推理就不成立了。而另一个关于警犬在伯克利码头嗅到了 Lacey 味道的证据，很多人也在质疑狗狗判断的可靠性。还有医生根据胎儿的发育判断说， Lacey 的 baby Connor 应该是存活到了1月3日。
如果判断准确的话，那就说明 Lacey 是被人绑架了，失踪之后至少还活了一个多星期时间，而此时 Scott 正是被媒体和警方团团围住，所以不可能是他完成了后面的操作。但是医学上是否真的能对婴儿的发育判断做得这么准确，这还是存疑的。这里还是要提到之前说的发生在 Lacey 家对面的入室盗窃案。12月30日，有人是发现啊，对面的邻居家里面发生过一起盗窃案，因为案发时邻居一家人都在纽约，所以也没有及时的报案。根据一位目击者的回忆，12月24日，也就是 Lacey 失踪的那一天，大概早上的11:40左右，他开车经过这户人家的门前的时候，看到路边停着一辆白色的货车，还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站在货车旁。在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和盗窃案有什么关联，直到听到报道说啊，这户人家遭遇了盗窃，他才意识到自己看到的很可能就是这伙人，而且和 Lacey 失踪啊还都发生在同一天。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会不会是因为 Lacey 目击到了他们的盗窃行为而遭到了这伙人的绑架。该盗窃案很快就被警方侦破，盗窃犯也被逮捕，但是警方的调查结果却否定了之前的猜测。他们说盗窃案实际上是发生在26号，而不是24号，这也是最有争议的一点。原因是啊，26号那天 Scott 家门前已经是聚满了警察、媒体和志愿者，盗窃犯怎么可能会挑这个时间在 Scott 家对面行窃呢？有当时在现场的记者说，自己在 Scott 家外面是待了一整天，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或者是白色的货车出现在对面。但是警方为什么会坚持说盗窃案发生在26号呢？而之后在法庭上，该盗窃案的信息也没有呈现给陪审团。期间有一个狱中的囚犯打电话联系了 Scott 的辩护团队，说啊，是知道一些关于入室盗窃案的信息，有个盗窃犯的朋友曾经在电话里面说漏了嘴。他提到说啊，其中一个当时的盗窃犯就是他的朋友，叫做 Scott Todd， 和他说过当时他们在偷东西的时候确实是遇到了 Lacey， 而且他们也威胁过他。这是一通啊从监狱里面打出去的电话，电话都有监听录音。这个人刚提到 Lacey 啊，就被电话另一头的人制止了，因为他知道监狱里的电话是有被录音的。果不其然，有个狱警就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内容，并将谈话的录音作为证据保存了下来，寄给了莫德斯托的警局，并且之后还打过几次电话询问，但是一直也没有得到警局的回应。警方之后对此的回应说啊，他们从来就没有收到过这个录音，给人的感觉是警方已经是认定这个 Scott Peterson 是真凶了，所以啊，他们会无视甚至是销毁掉其他的一些证据。而事实上警方也没有能够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警方对 Scott 的指控也是非常无力的。而唯一让案子发生转变的就是 Scott 和 Amber 的电话录音，这些录音对 Scott 非常的不利。虽然内容里面没有涉及任何关于妻子的事情，但是在情感的层面上，谁也无法接受一个已婚的男人在怀孕的妻子失踪之后还出轨。 Scott 是彻底的被陪审团抛弃了，他们不再相信辩方提供的任何信息。最终在2004年的11月12日，陪审团是一致认为 Scott Peterson 有罪， Peterson 被裁定2项谋杀罪成立，宣判死刑。整个案件梳理下来后，对这样的判决我还是挺惊讶的。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我们应该根据事实证据来判断，而不是直觉和情感。但是这个案子啊，似乎就是被舆论所绑架了。我不太能够理解，一个没有易怒和暴力史的人怎么忽然就成了凶手了，而且手段还这么残忍，懂我的意思吗？他是一个满嘴谎言的渣男，但是这不等于他会去做这么极端的事情，这是两码事。别忘了 Scott 在结婚后婚外情就一直没断过，他寻求的无非就是婚姻之外的刺激和快感。人各有好，虽然这么说好像不太合适啊，但是事实上却是贪财的贪财，好色的好色。除非杀害妻子是他一时冲动的行为，否则 Scott 完全有其他的办法摆脱掉妻子。即便他真的觉得这个 Amber 才是他的真爱，非要和他在一起，他也完全可以和现任的妻子离婚。但是现在 Scott 给人的感觉却是为了让妻子消失，他似乎是从头到尾的精心设计了这个局，现场做的是滴水不漏，让警方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大白天的抛尸还没有任何的目击者，但是之后又表现得漏洞百出，然后自己还做了一些让人怀疑引火上身的事情。
而且他在第一次接受询问的时候就说了自己当天早上没有去打高尔夫球，而是去钓鱼了。 OK， 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真的是他将妻子丢进海里的话，他应该是会撒谎说自己去打球了，而且会尽量避免啊将自己和出海、渔船之类的联系起来。他甚至可以隐瞒自己买船的这个事情，而且啊他可以选择用现金买船，这样的话警方可能就不会查到他拥有那艘船，也就不会去到他的仓库搜查，更不会发现什么水泥做的锚。而事实的情况却是这艘渔船是 Scott 在网上购买的，可以很容易查到购买记录，而且出海钓鱼也是他自己交代的，所以啊这怎么都不太合理。在我看来啊， Scott 在最开始的种种让人生疑的行为，无非是他不想曝光自己婚外情的这个事情，当然前提就是他完全没有料到这个案子最后会牵扯到自己，所以啊他才敢表现得那么的肆无忌惮，还给 Amber 打电话撒谎说自己在欧洲。他更没有想到法院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会判自己死刑，而当死刑判决出来后啊，等候在法庭外的人群爆发出了欢呼声。这个判决是满足了他们情感上的需求，让那些坚信 Scott 有罪的人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一个出轨的丈夫不可饶恕，罪有应得。但是回过头来冷静地想想，这些人他们是真的在乎这个案子的真相吗？还是只是因为讨厌 Scott？ 回顾我以前分析过的案子，警方在克里斯滕森家中下水道里找到了大量受害者的 DNA， 即使经过化学药品的反复处理，仍然是可以找出线索的，凶手不可能隐藏得掉所有的信息。而这个判决啊，是在去年，也就是2020年的8月24日被加州的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因是法院认为当时的陪审团成员的选择程序出了点问题，有人是带着明显的偏见和预设立场做出的决定，而不是根据证据理性的推导。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记得点赞、转发、加关注，同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一次见。